大声一点点哦。老师说，他的朋友给他小朋友上课，小朋友说好。嗯哼。老师的朋友说什么对，什么不对？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不对的，对不对？好。下课，老师说他们可以下课。嗯，下课在外面玩，对不对？大声一点点，谢谢。好。他们看一个钱包。嗯哼，看到一个钱包。他们说给老师的朋友，因为他们给老师的朋友，老师的朋友说在这里呢，因为他们说不对。嗯哼。这个下去它掉下去，对不对？嗯哼。他们说，啊哼，好，这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老师的钱包。哦，他们看到老师就想说，哦，这是老师的钱包。然后呢？他们给老师他的钱包。好，谢谢您。